你有冇大家都有印象啩？同星爷嘴嘴嘅就系周文健，最近有内地网民撞到佢，见佢依然好大只，佢仲好亲切咁同粉丝合照，唔少网民都留言重提佢过往嘅经典演出。其实佢喺80年代已经走红，佢电影中嘅爆肌形象更加系深入民心，慢波就系佢嘅代表作。不过佢早已经淡出幕前，系最近呢几年先至复出拍广告同埋电影。